由於點算法定人數15分鐘完結，會議廳未有足夠法定人數，我宣布休會。先問泛民嘅議員，有邊個頭先留會嘅時候喺會議室嘅？有邊個係到最後嗰秒鐘衝出會議室嘅？佢應該負留會嘅責任。佢搞留會係泛民，泛民係故意搞留個會，導致到留會咧，好明顯，亦都係完全因為建制派嘅議員咧係冇全部都坐喺度。其實他們有成四十幾個議員，只要有三十五個，計埋減咗主席三十四個人坐咗喺度咧，其實咧呢、這個情況亦都唔會出現嘅。